欢迎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了我们的这个很久一次的 product sharing，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爱多美里面的一个大师，这个大师不是我们的 master 哦，这个 master 是我们的健康大师，Mr. Kelvin Lee。哎，等一下，Kelvin，你可以换你的名字吗？你的名字还没有换。下面 participant 按钮，等一下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等一下。OK，欢迎大家，晚上好，今天来了我们的。Product sharing 哈，就是今天就是要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spirulina，我们 spirulina 有可能大家有听过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可能以前在家有买过放着，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啊。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个 spirulina，这个螺旋藻，OK。好，so 等下9点有一个 sharing，so 对，一直断货的一个产品来的。OK，so Kamili 来吧，可以直接开始了。OK 了啊，嗨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大家吃饱了哦啊，我叫 Kelvin Lee 啊，今年58岁，刚才呢是蛮痛啊，我的儿子哦，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叫做 Spirulina 螺旋藻，我以前呢也知道所谓的螺旋藻。可是呢，我没有深入一层的去认识它。到现在我再去研究的时候，发现到太多东西了啊，所以不去学习呢，根本就是不懂。现在我就是认识了，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好，来我们开始啊。完事，明白。你发。看见那个，哎呀，哎呀，OK，好啊，现在大家看到吗？螺旋藻啊，这个呢就是螺旋藻，是，你看啊。已经放大了1000倍啊，1000倍。它这个呢有蓝色，这个它的色素哦，它有青色，就是绿色啊，哦。然后你看它是丝状啊，听见了，听到吗？听到听到。听到哦，OK。它是一粒一粒的哦，就是单一粒一粒的这个连接出来的，OK。OK，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呢，什么是螺旋藻 （spirulina）？OK，它是丝状的，就是这样子丝状的。刚才我放了3个图，让你们看得比较明白。它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一粒这种叫做微生物来的哈。OK，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光合微生物，微生物哦啊，它是一个 organism 啊。OK。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35亿年哦，OK，螺旋藻并不是一种海藻，而是一种细菌啊，基本上来说了啊，是一种深侵蚀的这个丝状藻类，是由多细胞单裂构成的纤细螺旋状藻体，没有真正的细胞核，形状大多为。螺旋状啊，所以它们的名字就叫做螺旋藻。螺旋藻是蓝藻，蓝藻呢是我们的英文叫做 cyanobacteria 啊的一种啦，是其中的一种啦。
是就是 bacteria 啊，听看到吗？这里是啊，我们把它叫做蓝绿藻，也是叫做 blue green algae。你看它有一个蓝，也有一个绿，它有两种颜色的啊，它有两种颜色。生长在有阳光、碱性、洁净环境水面中，拥有坚强的生命力。你看啊，35亿年前，我们都还没有在细菌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它已经存在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啊。它会生长在水含盐浓度啊最佳呢是20到70克/1公升的这种情况，碱性啊，它的 pH 是9到11啊，是碱性的，它是一种碱性的一种微生物啊。生长环境喜欢高温，就是25到35，去到其实70-80它也不会死，碱水无盐碱无啊这种情况。它的繁殖方式呢是自节分裂，因为它是微生物啊啊啊。这个螺旋藻啊，其实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微生物哦。你看啊，它好像植物类哦，它有叶绿素，叶绿素就是绿色的，可以制作光合作用，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photosynthesis 啊。它有唯一在地球上唯一的一个微生物呢，是拥有这个叶绿素，它需要水、二氧化碳、阳光，它就可以制造这个食物，然后释放氧气，对我们人类是生物了，对生物动物非常好。你看，就是释放氧气，非常非常的特别。啊，我们现在是看它的那个成分啊，对，那个对的，嗯，可以来啊，它有这个是我找到这个图这个比较了哈，你看啊，含有丰富优质的蛋白质，就是 protein 啊，它的蛋白质成分呢、啊、就是60到70%，OK。它的蛋白质呢是鸡蛋的5倍，牛肉的3.5倍，大豆啊这些所谓的含蛋白质比较大的多的是大豆的2倍。你看它的成分哦。啊它有18种氨基酸，就是 amino acid, 18种啊。18种呢 ,9 种呢是 essential, 就是必须的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的，有9种都是我们身体所有需要的。15种脂肪酸，就是 fatty acid, 你看它拥有的东西太齐全了。脂肪酸 ,OK, 脂肪酸最主要的就是那些 DHA, 亚麻酸次亚麻酸啊，这个等一下我来分析啊。13种矿物质啊 ,minerals,是不是13种了，就是已经很齐了，我们所需要的都有了啊。12种维生素，就是维他命哦，它的维生素相当的多，就是有胡萝卜素、叶酸、维生素 B1,B2,B5,B6,B12, 还有这个 ACDEK, 都齐全了。拥有5种抗氧化成分，就是 antioxidants, 5种啊啊，你看不是1种2种，它是有5种啊，有胡萝卜素、类胡萝卜素啊，这个叶绿素啊，就是 chlorophyll 啊，刚才那个，还有它的那个蓝藻素 cyanophysin 啊，这个是它的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很多种叫法了啊，蓝藻素啊 ，OK, 它是本来是蛋白质。也是这个叫做色素，还有一种呢是叫做超氧化物质花酶，叫做 superoxide dismutase, 有5种这个很强大的抗氧化成分。它的铁哦啊，这个呢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啊。它的铁啊叫做 iron 啊，比菠菜啊你看多56倍。OK, 叶绿素 chlorophyll 啊。它比小麦草多30倍 ，chlorophyll 这个是我们需要排毒的。
B 萝卜素B 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beta carotene 啊，比这个胡萝卜多25倍。蛋白质啊，这个牛奶啊，多它5倍。钙 calcium 啊 ，calcium 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，比牛奶也是多10倍啊。吃亚麻油酸，这个叫做 GLA 啊，叫做 gamma linolenic acid 啊，它的也是称号叫做 omega 6啊，比月见草油多3倍，这个就是月见草。女性会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月见草，他们就是经期的来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个啊、哦、等一下我跟你分析。维生素 B12, 你看啊，维生素 B12 啊比这个牛肝多 2.5 倍。还有一个叫做亚麻酸 linoleic acid, 比人乳多500倍啊、真的不是开玩笑。螺旋藻细胞膜细胞壁啊极薄，很薄不了啊。高度水溶性，它是水溶性的，即很容易消化。因此适合人体吸收所含有的丰富营养。啊这个消化吸收率达到 95%, 你吃就是 95% 就是可以吸收的，吸收然后可以去运用。螺旋藻不只可以吃哦，还可以外敷大量的优质水溶蛋白质，丰富的维生素、超氧化，这个叫做物体化酶等物质，都有润肤保水、抗氧化的功效哦，是美容产品的重要材料之一啊，这个就是它的成分。好，现在看它的那个功效，你看它的功效啊，这个没有插到。OK, 你看这些是我列下来它的功效非常的多哦。第一，增强免疫力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螺旋藻中的藻多糖和藻蓝蛋白也是叫做藻蓝素啊，能够增强骨髓细胞的增殖活力，促进胸腺啊叫做 thymus,脾脏就是 spleen 啊，我们的 spleen 的免疫器官的生长和促进血清蛋白 serum albumin 啊的合成，因此螺旋藻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啊，这个它的功效非常多。第二呢是抗氧化、抗炎、抗衰老、抗疲劳。OK,这个哦，它含有大量哦，这个螺旋藻呢本身它拥有这个大量的藻蓝素啊，藻蓝素叫做英文叫做 bicosinin 啊，它这个是它本身是蛋白质，也是它的色素，这个呢是抗氧化很强，能有效的化解氧自由基对我们的 DNA 所造成的损害。螺旋藻丰富的铁质和多种维生素能调节神经细胞功能，降低运动后乳酸叫做 lactic acid 啊的水平哦啊，具有较强的抗疲劳作用。我们运动哦，这个会帮助我们达到就是没有这么累了。另外哦，它的铁质、维生素 B6、B12、叶酸、乏酸等能增加血红蛋白携带的能力啊，能够提高血氧饱和度，对耐缺氧。什么叫做耐缺氧？耐缺氧就是 tolerance to hypoxia, 就是说我们运动了，我们的细胞、我们的肌肉缺氧而达到呢，就会什么呢？就会累了，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哦。螺旋藻可以减轻运动引起的自由基损伤保护细胞膜结构啊，有抗运动疲劳作用啊，这个对我非常的好。我刚刚就是打了球呢，就是前几天呢就吃了，现在不吃了，就是已经知道了一定吃了，吃了哇它帮助很多了，不会累的了啊。 OK, 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第三次，调节及改善三高。你看血压、血脂、胆固醇，它有它的功效，可以把这些都改善哦。OK, 这个亚麻酸哦，它里面有亚麻酸
就是那个叫做gamma linoleic acid 啊 ，OK， 能降低坏的胆固醇，坏的胆固醇叫做 LDL 啊，降低那个血脂 triglycerides 啊，防止低密度胆固醇受到自由基的氧化而形成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，你看这个它的功效哦。然后抑制血小板凝集，助血管扩张，降低血压啊，它能够有这种功效哦，将我们的那个叫做心血管疾病就会避免了啊。第四是预防贫血啊，这个呢一般上呢是女性呢，就是对于女性非常的好啊。女性呢就是需要这个啊，贫血通常女性在很多女性都会发生这个了啊。螺旋藻中的铁质哦，它有很强的很多的那个含量哦，铁质哦是菠菜的56倍，刚才也看了哦，它是菠菜，我们都说菠菜是很多的铁，它比菠菜多出56倍啊。铁质呢的功能呢是能制造红血细胞，就是hemoglobin 啊，促进新陈代谢，预防贫血。OK， 第五，稳定血糖，改善糖尿病，它对糖尿病也有帮助啊。螺旋藻的亚麻酸呢、亚麻酸是 omega 三呐、可以说是 omega 三呐、能降低血糖，提升胰岛素敏感度。就是 insulin sensitive 啊，改善糖尿病。OK， 第六，抗肿瘤防癌啊，就是抗肿瘤防癌就是 anti cancer 啦啊。第七，预防慢性丙型肝炎，就是 hepatitis C 啊。然后是脂肪肝，就是 fatty liver， 你看它可以预防。OK， 螺旋藻的藻青素就是 bicosinin， 可以防止肝脏酵素活性降低啊，能改善肝脏功能啊。第八，精血排出身体毒素重金属护肺，你看它的功效太多了啊。精血呢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有螺旋藻中的叶绿素啊，叶绿素就是那个 chlorophyll 啊，对肝脏有排毒的功能，是天然的解毒剂啊。螺旋藻有肺部所需要的这个胡萝卜素、叶绿素、维生素，可以防止肺部纤维化，就是英文叫做 fibrosis 啊的形成啊，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护肺，这个对我们COVID 也是很有帮助。第九，抗过敏性鼻炎，就是 allergic rhinitis 啊，这个非常的有效啊。这个鼻炎呢是由于这个鼻黏膜炎炎症所引起的一些症状啦，比如说鼻塞、流鼻涕啊、打喷嚏啊、鼻痒啊，它螺旋藻对这个敏感性啊非常的有效。OK， 改善肠胃健康，中和胃酸，有助缓解腹泻，调节便秘啊。你看它好像那个功能，好像那个益菌啊，就是 probiotic 的功效都可以达到它那种的功效啊。螺旋藻是一种碱性的食品。 OK， 可以中和胃酸，修复胃肠道黏膜，你看它的功效啊，可以修复啊，改善肠内形成良好关系啊，这个它的功效太强大了。OK， 还有第这个十一，改善经痛，月经不调、经前症候群啊，或者是更年期绝经啊，这些女性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啊。OK， 女性哦，一般说了，
就是在月经前期大多数会出现心情不好了啊啊，大家都懂了，这个会出现什么烦躁焦虑，容易发脾气，而且容易疲劳，并且有人会出现失眠、头痛、腰酸等等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女性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她的雌激素，就是叫做英文叫做 estrogen 啊，和抑制素啊 ，progesterone 水平下降而引起的啊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两个激素呢下降哦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月经的来的时候啊，雌激素和抑制素下降啊，才会使到体内的子宫内膜脱落啊，这个是叫做月经，这个是这种生理状况呢是正常的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两个情况发生哦。女性呢，对于身体，她的身体对这个雌激素、抑制素比较敏感，所以当雌激素啊下降的时候，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情绪上的改变啊。所以建议女性在月前要补充一些营养剂，可以调节内分泌的平衡。在这里，我就要强烈的介绍了这个螺旋藻的啊，螺旋藻呢，它因为它有这个次亚麻酸这个 GLA 啊 ，GLA 就是叫 gamma linolenic acid， 是 omega 6的一种啊，是其中的一种。这种omega 6是很特别的哦，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，能补助雌激素 ，OK 可以补助啊。就是说GLA 哦，这个 omega 6啊，它可以产生类似荷尔蒙的物质，叫做prostaglandin E， 这个叫做协助调节荷尔蒙的平衡，降低引发女性前症候群的成分啊，症候群这个成分叫做英文叫做 prolactin 啊，螺旋藻的 GLA 成分是月间草的这个evening primrose oil 的三倍啊。你看啊，很多女性呢都是会这个懂得这个叫做月间草，因为它的功效呢是帮她减低这个经期前的一些症状哦。我们这个螺旋藻的功效啊，它的成分呢比 evening primrose oil 的还要强三倍哦。OK， 我们来谈到这个更年期啊，对这些更年期的时候啊，这些女性哦，绝经的哦也有帮助啊。OK， 更年期是由于卵巢衰老后，卵巢功能下降，雌激素分泌减少所引起的，所以我们的这个螺旋藻也有这个功效哦，把这个症状哦，增强啊，就是把这个雌激素提高啊，缓解了，就是regulate 了。最后呢，是可以改善体质、减肥及美容啊，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功效啊。OK， 螺旋藻有丰富和优质的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营养不良者可以改善体质，螺旋藻可以抑制食欲，低热量而不缺乏营养，可以达到减肥的功效。丰富的维生素能防止皮肤角质化啊，这个可以达到这个美容啊啊，又减肥又美容啊，就是增强弹性和光泽，达到自然美容最佳效果。说了这么多我也很惊讶了，这个螺旋藻的功效太强大了啊，你们要好好的记住哦。好了，现在呢就是我们来介绍这个我们的爱多美的这个 100% 的螺旋藻，这个是我们爱多美的纯净，看了啊，纯净 100%没有添加剂，就是原来来的这个螺旋藻啊，它有这个120粒，400mg 啦
啊，一天只需要两粒就好了。OK， 来，我要跟你说，它是它的原材料是从哪里来啊？我们这个爱多美呢，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，就是 GSGS 呢，这个是我们的爱多美，叫做 Global Sourcing Global Sales，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这个做法呢，是把全世界最优秀、最好的产品、最顶级的，把它带进来。这个爱多美这个公司啊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个原材料呢是天然的啊，100% 天然，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夏威夷，美国的夏威夷的一个叫做这个地方了啊，这个一个bay了啊，Kailua 这个地方培植的啊，这里 OK， 你看啊，它还有 GMO free 啊 ，GMO free 是什么？叫做 genetically modified。Organism free 就是不没有用那个基因改造的 啊这个没有这个成分的这种的啊，都是原天然的。OK， 它的培养环境呢是在这里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这里是最怎么讲呢？清洁的海的周边海域，或保还有就是保持这里原始森林的岛屿，这里是一个很天然。很适合这个螺旋藻生长的地方哦，它是利用这里的600公尺的海洋深层水培养。为什么要用到那边的这么深？因为那种这么深呢，它可以有很多丰富的矿物质哦，让这个螺旋藻生长。螺旋藻呢，在这种地方呢，阳光很充足，在这里啊这个地方，平均这个气候是30到40度。年降雨又少，所以很快生长了，阳光多OK， 没有污染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它成长最好的地方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公司啊，我们的公司这个螺旋藻呢是跟这个公司拿的，就是 Sinotech 是一个已经是非常就是很悠久的一家公司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它是自然培植啊，自然培植，它很高品质 ，high value， 很高营养，而且是健康产品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 background 啊。来，为什么我们选这个公司？因为这个公司呢，它的品质非常的高，因为它有得到这个专利啊，它用这个海水冷却干燥技术，你看啊。这个是整个生成的过程哦，啊，它这个 culture pond 就是它的这个培植的这个螺旋藻，然后它来到这里呢，这个是它用这个技术哦，这个技术哦，海水冷却干燥技术呢，就是把原来的100% 纯净的那个螺旋藻，把它的养分营养保存的最高的啊，就然后就是 100% 的达到我们的手里啊，这个技术呢是非常的专就是高水准的哈、哦。OK， Sinotech 是叫做 Hawaiian Spirulina， 这个是我跟他的公司那边探索的这些，你看它的功效呢就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是它的summarize 啊，增强免疫力哦，保护眼睛和头脑。心血管健康，整体细胞的健康，就是人的整体，就是整个人的全身的细胞健康。啊，现在哦，你看啊，他的认证是很强了。OK， 他得到这个 FDA 的认证哦 ，FDA 大家可能会知道哦，这个就是美国食物药品监督局啊，这个认证，这个是非常的认同，全世界性的啦。还有这个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。这个认证，OK， 现在有六种啊，就是说，认同的啦。第一，21世纪人类最佳的保健品，谁说的？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说的。螺旋藻是未来的食品，美国农业部说的，国际联合农业粮食组织说的，明日最理想和完美的食品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
他们认同的啊。人类最理想的食物，联合国世界粮食会议啊，这个时候也有说到的啊，将螺旋藻保用于饥饿儿童救缓行动啊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啊，他们赞成的。啊，最后是螺旋藻供给太空人主要食品之一，这个是美国太空署 NASA 他们提倡的，这个是我们太空人的食品啊，不是开玩笑哦，这个螺旋藻 ，OK。OK，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呢，就是它的而且你看啊，它这个是用胶囊的，胶囊来把那个原材料包装起来啊。这个胶囊呢也是特别的，这是一种很幼稚的一种植物性纤维胶囊，是植物的 fiber 啊，来包装的，是第一没有味道啦。啊，而且安全，不好像其他的，他们是用动物性动物那种这个胶囊的啊。螺旋藻爱多美的呢是一罐是86块，里面有120粒，价格呢每一个胶囊呢只有72分，一天需要2粒，就是1块4毛。我现在认识了这个螺旋藻呢，我是以前是吃力，现在每天都吃到不够了，就是最少吃2粒。如果忘记了呢，我好像觉得有些缺少了什么，因为太强大了，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强大的帮助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今晚的分享啊，这个地球上的一个 super food，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超级食品。这个世界级的那些叫做运动员，他们的首选啊，也是其中的一个首选，就是补助品啊，补助品哦，还有就是女性帮助他们月经前那些这个身体的一些不适的一个保品，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啊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认识他，会对他就是一定要就是保健呐 啊，就是这样哈、哦、啊。如果有大家有什么这个问题呢，可以提出来，我看我尽量可以帮你们解答。好，谢谢哈、哦。OK， 谢谢 Mr. Kelvin 的很精彩的一个分享啊。所以一个在地球上已经比我们人类之前已经存在了的一个微生物，竟然会变到我们的保健品去。所以这个保健品啊，有这样多这样好的东西。我之前在我的家有，因为 Kelvin 买很多个 ，Kelvin 买很多个保健品嘛，连以前。我一个一个看哪一个保健品是应该吃的，是我一个一个去找知识，不知道要吃哪一个先哦，所以我一个一个去找到这个螺旋菌的时候啊，去到他们的网站看到啊，哇，原来18种氨基酸，15种脂肪酸，13种矿物质，12种维生素，5种抗氧化的成分，哇，我就讲这个一定不可以错过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吃的，不管我们是有什么东西都是很需要的，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，跟我们的 hemoglobin 一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、哦、而且呢这个不只是可以吃哦，还是可以外敷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我们的 peel off mask 啊，如果你们有用我们的 peel off mask 哦，有些人把那个螺旋藻开出来啊，倒在那个 peel off mask 里面啊，mix 在一起涂在脸上啊，青青色的啊，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哦。OK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虽然刚才Kelvin 讲到比较很仔细哦，希望大家。有多一点问题去问他。看一下 chat box 啊。
OK， 我有看到这里哦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吗？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吃的。我呢，就是早上一粒，中午一粒，啊，就是最好的呢，就是吃了早餐吃也可以啊。你吃了早餐呢，就是因为呢，这个怎么讲呢？这个 GLA 啊 ，GLA 这个叫做 linoleic acid 啊，它是 omega 6啊。其实哦，它是如果你有其他的维生素 C 啊，你有维生素 C， 还有一种叫做一种好像 C 啊 zinc 啊这个成分呢，它就很容易的，它的功效呢就会发挥的很就是很高的发挥啦。啊，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营养是需要各方面的营养啊，然后支配去这个形成它的功效的啊，比如说我们只是有某一些方面的哦，所以它的功效呢不会达到最高峰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需要吃饭的时候吃了消同一个时候吃了饭再吃，你就有所有其他的营养，然后你有这个螺旋藻呢，它的那个叫做次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啊，它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功效啊。这个是我要跟这个朋友说，他要说什么时候吃啊，其实就是最好呢就是吃了早餐吃，或者吃了午餐吃，是最好的这个时候。我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呢，就是我早上打球的时候，我就是有一天我要去证实它的功效哦。我早上就立刻吃两粒，然后我就吃了早餐吃两粒，然后就去打球，打球是10:30。我得到的一些 feedback 呢，就是我本身觉得很有效，不会累啊，第一次不会累哦。然后朋友会说，喂，今天为什么你杀球这么猛呢？我说是啊。你要懂我就跟你分享咯啊，你要知道你要强就以后吃螺旋藻啦。所以我真的是试过了，这非常的有效，现在我真的如果没有吃不自在了，每天一定要把它吃进去，然后保证我的营养足够。 OK， 所以是几次都可以吃的啦。对 OK， 也可以哈，如果你吃那些蔬菜水果啊，你可以倒进，把那个胶囊开起来啊，转开起来，倒进你的蔬菜盘里面一起吃也可以的。哦，如果你们有试过吃这个螺旋藻啦，你们把它开起来，直接倒在你的舌头上面哦。我是觉得好像有那种，那种叫做 prawn roll 啊，叫我华语会叫，就是。螃蟹的那个蛋的味道啊，我是这样子感觉到了，说是很好吃的一个这个螺旋藻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试看开起来，直接倒进你的舌头上面这样子吃。可以吃多吗？可以吃多吗？一天吃两粒就够了。其实呢，不能够说要吃多，因为这个呢，什么东西也不能够吃多。这个建议呢，就是一天两粒。因为如果说我们每一天吃哦，受它的那个营养会就是会我们会吸收，每一天如果你而且就没有运动了，比如说啦，没有去运动呢，就你的那个营养会累积在你的身体，就如果每天这样吃呢，所以不建议吃多，一天两粒哦，就是两粒就是最好的成分啊。然后你说我有一个这个谁说这个小孩子可以吃吗？5岁以下。OK， 螺旋藻哦，它是一种很均匀营养、很足够的一个食品。小孩子其实哦也可以掺他们的食物里面去吃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如果说小孩子你可能只有你可以吃一粒，也已经足够嘛，对不对？啊。而且它是帮助到小孩子这个发育成长的哦，就是说5岁到7岁的时候啊，小孩子呢，他们的脑部在发育哦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 omega 3呢，真是很大的帮助的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
孩子五岁的那个时候啊，五岁到七岁啊，他的脑部发育的时候的那个成长啊，我老实说呢，如果真的有吃这个呢，你的小孩子会很聪明啊，就是他的脑部很发达。OK， 我是看到有些地方是写十二岁以上，一天吃两粒啦。五岁以下的，我觉得就可以试一下咯，好像 Kevin 这样子说。OK，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我选找是比较全部人一直抢的一个产品哦。如果你去看爱多美 Korea 啊，你会看到他每次都会没有货的。他其实前三天才进货罢了，所以暂时还有货。所以你们有机会想要买的话，你们去 contact 你们的上线，或者你们的推荐人，请教一下怎么样去购买这些韩国的产品。OK， 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暂时没有什么问题。没问题啊，还有一个我要跟你分享的，就是呢，螺旋藻呢，是它有很完整的一个营养啊，就是所有的营养都有呢，它会帮助到协助到我们身体的细胞修复功能，就是我们的细胞有一些就是有损坏啊，给那个自由基损坏啊，它可以帮它修复啊，这个是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这个是我手指前两天就是给刀刮了一下，就是用有切鱼的时候切到这个手指这边哦，然后我是觉得呢，结果哎，真的我的修复蛮快的嘛，就是以前呢没有这么快的，就是这个成分呢，因为有一直都有保养到哦，所以我的修复能力哦，从以前呢有一阵子呢，感觉呢就是身体的糖分比较高了。因为我很贪吃的，我很享受吃的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我的修复能力会比较差，就是有伤口的时候会比较慢愈合。现在你看，我觉得真的，我现在有吃嘛这个螺旋藻，我的修复能力很强了嘞。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，这个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细胞修复功能啊，这个真的是很强大啊。这个修复功能其实是从那个牙膏来的，牙膏啊，内部也需要的，其实内外也是需要的。对，我们要就是吃一些保健品啊，去补救我们的免疫力。说还有看到还有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问，如果担心写在 chat box 也是可以 direct DM 我的。因为呢，接下来九点呢会有一个，我们的那个，Charlene 啊，对啊，他的分享，我们的美女级分享哦，所以也不要耽误这个时间应该也是差不多了，就是说如果有问题就尽量问，我现在尽量解答，如果没有呢，我们就什么了，这个分享就完结了。好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看到吗？没有了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一粒多少钱了？一粒是72分呢。我现在每天是吃两粒的啊，吃少一粒我不大自在的，吃两粒呢就是1.4块呢。你要找到这么高级的，从世界级的一个这么高水准的一个螺旋藻呢，太便宜了。它是夏威夷美国的产品啊 ，FDA 认证，安全使用啊。没错。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补什么？这个我不会读，你可以读吗？这个可以啊 ，chat box 那边。等下我看一下啊。它应该叫补肾哦。肾啊。它是全身的细胞可以修补呀，
哪管是肾啊，对肺啊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对肺的那个纤维化，你知道它的功能多强大吗？我们不是现在有那个 COVID， 我们不是很担心吗？我们的肺的受损，刚才我有说过呢，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这个细胞修复啦，第一是细胞修复，第二是避免那个肺部的纤维化，叫做 endofibrosis 啊。So 不单只是肺部了啊，全身的细胞，包括我们头脑，它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个神经啊 neuron 啊，帮助我们的神经的细胞的成长啊，这个强大吧，这个非常强大啊，这个，所以说你帮助我们的孩子的那个脑部发育吗？啊，还有如果说某一些我们的头脑的细胞损坏啊，它可以帮助你成长，细胞那个叫做神经细胞成长啊，不是开玩笑啊。嗯，它是一个整体的健康的一个 supplement 啊。没有一个好像指定for肾的哦，没有这样子说的，没有，全身的，所以我建议是就是跟 Hemohim 一起吃咯，就是提强我们的免疫系统，所以免疫系统可以帮我们的整身啊。这个呢，它是比其他的产品真的很强大，你看全世界级的都是。这是补助品嘞，那个太空人吃的啊，那种叫做世界级的那种运动员啊什么啊，真的不简单哦，啊，所以最好是直接，还不用等了，你以前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，我包括我啦，我是以前也懂了，不过没有这么深入的认识了，现在哦，我就当他是宝了。对，刚刚也是买了不少瓶，对吗？下单了咯，下单了咯。我觉得如果有谁要买这个螺旋藻的话，要你们跟你们的推荐人说一下，因为每一次都会断货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多一点去快点去抢哦，不然它会很快就断货的哦，暂时还有货的。最前面的保健，对，我有一个建议呢，就是对女性哦，其实大家女性都自己有知道啦，身体的状况哦，螺旋藻对你的帮助呢是非常强大啊，你们都懂啦，女性啦啊，女性就是月经前的那些那种叫做 problems 啊，就是啊。这个螺旋藻帮你解决啊！我讲到最后一句话啊，就是以前呢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不安啦、它是自自然然的这个生理的反应哦，就是不开心啊，很 depressed 啊。现在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真的拥有这个螺旋藻这个保健品啊、哦，你可能月经来了你不知道。我可以跟你说这一句话了啊，所以你看他的帮助是多么的强大嘛，啊，这个是很多女性都会懂的啦，这个那个时候的问题哦，包括暴躁啊、发脾气啊，哇，我男人要离远一点了、你要安全的话，你就买一瓶放住在家守门口了。对对对，好了，我看我的分享也是差不多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的美女这个要登场了哈，留点时间给她啊，好，谢谢啊、哦，对 ，OK， 谢谢凯文的分享，今天我希望大家满载而归，学到我们今天爱多美的几种一样保健品哦，螺旋菌 ，OK， 不要忘记哦，9点有我们的
这个钻石大师嘉玲姐姐，就是为我们分享爱多美的之路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，到此吧，谢谢大家的来临。